说起了馒头，多半想到了山东，其实上海也有生煎馒头。名字叫馒头，其实呢就是台湾说的生煎包，一口咬下绝对爆浆。这位来自于上海的中医师把自己爱吃的生煎馒头带进台湾，内馅满满，汤汁鲜美迸发，面皮则是煎得金黄酥脆，酥香多汁的滋味吸引了不少台客老饕，就连老外的美食指南都来推荐。麻烦两份生煎，两份小龙。上海点心坊随时热热闹闹，因为惊呼声此起彼落，非常刺激。老板一开始就有说要小心，又会喷汁哦，很喷，爆汁，真的很多汁，整个汤匙的都是满满的汁。不知道它汁会从哪边喷起喷出来，真的蛮爆的，喷到裤子烫死我，就知道它是会爆。你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它还是会让我再惊讶到我，我就哦，真的怎么这么多？鲜美肉汤滚烫爆炸，这一颗乍看像是小笼汤包，其实名为生煎。一如其名，底部的面皮煎得金黄恰恰，层次丰厚。重点是它的脆皮，它下面的皮很酥很脆，然后味道是很香，对，就很像就是煎饺煎过的。看到那个必比登的推荐，就是有金黄色啊，然后有那个就是有焦，有一点焦焦的感觉。吃生煎包就是想要感受它那个就是恰恰的那种感觉。尽管烫着舌头，还是一口接一口。老外的美食指南也连着推荐了好多年，这是源自老上海的庶民经典。上海叫生煎馒头，那我们平常讲的话就叫生煎。它是有爆馅，但是还是叫馒头的，所以上海我叫三季馒头。水下去的时候，那滋滋滋那个声音，油爆的声音，我觉得是很疗愈的。就是你看到就会食欲大动啊，对吧？听到那个声音，闻到那个味道，就会食欲大动。张俊是来自上海的中医师，当年还在读医学院的时候，最喜欢跟学长同学上点心铺子大快朵颐。上海的生煎，我们是用一两一两，一两就是四个，那每次去的话，我都点四两。也就是16个，而且是越烫越好吃。刚起锅汤，其实它那个汤汁在里面都还在滚，那然后盘子盛上来了，我就马上就吃。每次吃了以后，那个上颚啊都可能烫两个水泡这样子，不行了，还是要吃烫的，烫的才会好吃。相比于台式水煎包，上海的生煎秀气多了。它原本是中式茶馆里喝茶时搭着吃的小点心，进到餐馆之后成为上海的代表性小吃。张俊来到台湾依然难以忘怀，于是中医师进到厨房变身小当家，老妈惊呆。他说：“你好，我一生不做，为什么去弄吃的？”对啊，我说：“我都就是爱吃啊，因为自己爱吃嘛。”对啊，我觉得爱吃什么都可以解决。我觉得就是你要去做料理啊，要去弄吃的东西啊，首先要爱这样东西。那爱这样东西，你一定要自己是吃货，爱吃，而且超级爱吃，你就会有感情去做的东西，才能够把它做好。生煎个头虽然不大，但里里外外都是讲究，像是带来惊喜的爆浆口感，秘诀就在内馅配方。主要是皮冻了，那皮冻里面主要是那个胶质，一般煮皮冻的话，可能就放猪皮而已。对，但我们又放了鸡脚，跟我们炖汤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们炖汤如果说，像腌笃鲜，我们就会又放到猪肉，哦，也会放鸡肉一起去炖，炖出来的汤头比单纯的鸡汤或者猪肉的汤会更甜，混合以后会更好喝。猪皮、鸡爪冻成胶质皮冻之后，上头的浮油还得通通刮掉，片甲不留，只准胶质爆浆，不能够肥油喷发。哎，我不喜欢油炸的感觉，油不咸，油会腻。如果是比较油，那个汤汁如果是比较油的话，我可能吃四个就吃不下去了。出身上海小资家庭，张俊对吃食向来讲究。QQ 皮冻准备的分量看着不少，其实混条肉馅的时候还得再细细拿捏。黄金比例该怎么配？上海人有口诀要求。我们小笼包啊，跟生煎的内馅都讲究叫做馅不成团。所谓馅不成团，但是它那个馅料刚好凝固成一个球，但是又不能太硬，但是也不能散掉，就是刚刚好它能够凝固，但是不能太硬。内馅是不能够扎实的。张俊对细节的追求，从这一碗咖喱牛肉清汤也能看得出来。咖喱淡淡清香，滋味非常清爽，乍看很不上海，但在张俊的记忆里，这就是上海滩独有的味道。大家说十里洋场嘛，也是那个租界地嘛，所以本来就很多老外。妈妈常常会煮那个西式的，像是罗宋汤。我在想，因为其实我们上海本帮料、本帮菜里面并没有罗宋汤。
可能爸爸是高级工程师，对，常常出国带团去考察有关系。上海向来国际化，早期的小面摊生煎铺都会拿印度咖喱粉来煮牛肉汤，但下手非常轻，仅仅用来提味，跟浓重的印度咖喱完全不一样。上海本帮料理来讲，包括我们的点心来讲，其实我本身要凸显的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而不是靠其他的新香料去掩盖了它本身食材的那个食材的甜味，才是真正的我们需要去强调的东西。就是我还蛮讨厌那个新香料的味道去掩盖了食材本身的味道的那种感觉。即便是牛肉汤里的配菜，张俊也没放过。萝卜除了削去表皮，还要一圈一圈、一层一层持续的刨，只留水嫩内里以及甜美滋味。对，因为它外面一层是老皮，那白白的是老皮，那个老皮它是带有苦味跟涩味的。其实它如果把它削掉的话，那个萝卜会比较甜。上海对点心啊吃方面都还蛮讲究的，尤其是老人家，我觉得更讲究。为了不让萝卜跟牛肉越煮越软、越焖越柴，张俊不用大锅混着一起煮，而是出餐之前一碗一碗来。种种的小细节累积出好口碑，也得到老外美食指南的推荐。人家都会不会说，哎呦，你多么厉害？我说其实没有，我没有很厉害，这是我们整个餐厅的那个伙伴们的一个团队共同付出所获得的。你有努力了。有各方面去把关，去把它尽量去做到最好，那再加上幸运，我觉得都很重要。把庶民小吃做到极致，上海滩的老经典因而人气爆棚，在台湾的美食地图上也占有一席地位。决战九合一科技开票看东森，全台22县市天然开票 ，VR、AR、5G 数位技术导入，最关键限时票数精准续注最深入。下午2点起，黄文华、刘宝杰、吴宇舒、陈莹带你掌握选战最关键时刻。11月26号，锁定东森新闻。